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我们继续在每周二周四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去讲关于产品的这个很多问题。那大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特地留两分钟给到大家看一看，这个哥们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这条视频，这条视频其实在前阵子在美国主流的媒体呢引起了非常好的一个反响，就是这哥们自己用原木在他自己家后院做了一个这种运动健身。我们觉得很难可以想象，就是说你居然可以有足够的地方啊，首先是有足够的地方，有足够的原木，还有足够的创意，还有自己会做，然后做得出来，还像模像样。你看这个六个因素啊，我们经常说场景、渠道、产品、内容、流量、客户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这哥们就把它做成这个很有趣的东西。其实这个为什么今天一开始就让大家就看看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现在在就前几天应该是4月8号，对，4月8号在这个美国非常受欢迎的一条视频，其实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在整一个的欧美还有接下来在其他地方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运动健身将会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热闹的一个情况。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信息跟消息。很不幸的是，这个日本
日本的这个紧急状态呢，接下来是越来越紧张啊。我们先看看东南亚的事情啊，日本的整一个的疫情呢，现在其实在他们宣布这个奥运会延迟以后呢，年后年后以后呢，整一个的疫情的这个统计呢是明显的增加了。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安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在接下来就马上会做这个关于日本市场的日本专辑，当然我们是会选择用远程连线的方式进行。而日本现在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从某种程度说明着我们在接下来所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来自于欧洲或者美国。第二个呢是说是给大家提醒的，就是在中国国内境内本土产生的这个新增的病例，对，大家看到我的直播里面是没有戴口罩的啊，没办法，因为我必须要去保持这个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所以我没有去戴口罩。但事实上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走到办公室以外，我们还是需要去戴口罩的，包括我们同事到今天在我们办公室里面还是继续戴着口罩。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过去这一个星期里面，从境外输入中国的这种疫情的案例，包括在本土新增的这种案例，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它是在快速增长的。而尤其是在广东地区，因为广东地区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外来人口这块，还包括流动人口这块，其实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所以给大家的两个建议是，第一，还是要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第二，尽量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尽量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包括我自己，我其实是很喜欢去这个，我也想去找朋友聊聊天，我也想去找朋友去逛逛啊。但是呢，尽量就不要去那种封闭的人群比较多的地方。所以想看电影的，想看画展的，想听音乐会的，想看话剧的，或者想去看卡拉 OK 的，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小心，先不要动这东西。好，那在这两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顺推到另外一个东西了，我们其实很多人憋慌了。那像上周天广州天气非常好，我就跟周老师，我们两个人就开车跑到那个湖边去，我们放风筝去了，放得非常开心，因为风很大，那个风筝几乎不用什么力，我们就会把风筝放上去了。但是这个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本身在整个疫情已经受控的情况下，但是在欧洲在美国整一个的疫情其实越来越可怕。那在美国其实这个已经突破 N1 大关了，我们不说了，这个数字已经不是一个特别让人开心的一个数字了。那我们特别想去跟他讲讲，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运动产品的一个东西。在我们开始去做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就曾经分析过说，哎，到底我们应该去做切哪些内容，切哪些产品呢，切哪些板块呢。然后当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一个数据。我在面前我有数据。2018年全球训练健身器材的市场规模是112亿美金，同比2017年是这个增长了 5%， 2019年呢已经超过了这个117亿美金。而中国的主要的生产地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健身器材生产地。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数据是2011年到2019年的整一个数据。中国现在是在很长之前，中国台湾呢其实是中国在全球里面健身器材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基地，然后慢慢现在最重要的这个生产基地都来自于中国。而更有趣的一个东西是市场。我们看到一个市场是这里还有一个数据，是我们看到一个市场，就是整一个的健身器材新增的地方呢是来自于像北美欧洲。北美跟欧洲，尤其是我看到一个数据是，北美现在在整一个全球的健身器材行业里面，北美占到了 35%， 欧洲占了 30%。 但是更有趣的，为什么今天我特地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日本呢？因为日本其实有一个多亿的人口，除了少量的这种老弱病残的这些人群以外，大量的青壮年，虽然是少子化，但是青壮年还是很重要的。日在亚洲全球的这个健身器材占了 20%。 对，就是我们很多人是想象中是不是说运动器材都是在这个欧洲在美国可能最受欢迎，但事实上在亚洲在全球的份额里面占了 20%。 因为这个大型的器材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待会我们也会再去强调分享一下，就是大型的这种健身运动器材，它整体的运输物流跟补货以及配送，它不是像一般的这种像轻小件啊、服饰啊、3C 配件啊，或者小包的东西呢，它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完成一个物流设备的、物流设施的，或者是配送的一个网络搭建。
而我们最近在过去的两个多月呢，我们不断地开发了一些新的平台的新的内容，包括跨境 B2B 的，包括微费的，包括我们接下来还会去开发像沃尔玛啊、Home Depot 啊、Target、CVS， 还有像这个的法国、德国那边一些拥有线上线下资源的这么一些电商平台。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些新的平台出来以后呢，他们有什么品类是最近涨得特别特别可怕的呢？第一个是这个玩具，第二个是家居，第三是健身器材，第四个是文体用品。而日本的话，它在整一个国家里面，它其实是非常狭小的一个住所地方，那其实人的这个运动的空间更小，它的整个产品跟这个欧美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意味着它其实它的利润空间会相对来说会更加有趣，更加的有想象空间。因为如果说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曾经有我跟一些朋友聊天聊开玩笑说，现在去卖运动健身器材去卖铁啊，一个哑铃多少斤，对吧？这个铁多少钱一斤？运费多少钱？包装多少钱？平台佣金多少钱？尾箱配送多少钱？一算下来，那、就是卖铁。当然，这个卖铁呢，它其实这个价格呢还是相当之高的啊。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再去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会把一些的这个产品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看一下，在整个全球的这个产品的区域划分里面，除了我们很多人所理解的像欧洲、美国，但其实在亚洲有20%的市场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我特别提到日本呢？因为日本的整一个的离中国的这个物理距离啊，海运是相当近的，你从整一个补货来说周转的话其实更快。第二个是日本整体的本土的物流配送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啊，网点也好，点对点也好，门对门也好，整个服务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那不会像欧洲或像美国一些现在受到疫情影响，其实它的这个运力是有一定影响。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时候呢，是为什么会把日本特别提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数据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就是讲一个题外话。最近呢，我被经常有朋友问到说，阿米，你认识有做中东跟这个澳洲的 VAT 的朋友吗？我其实挺好奇的，我说中东的 VAT 跟澳洲的 VAT 这不是一直都有的吗？为什么最近又突然开始做这事情呢？他告诉我一个信息，就是在这次疫情以后呢，因为整一个的进出口其实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以后，反而是像澳洲中东，像尤其沙特这样一个地方国家，它的整体的吞吐量消需求量更涨了。而且尤其是一些做产品的卖家，他其实在整一个这些新兴市场或者说还不是特别大市场，因为澳洲才几千万人口，包括新西兰才几千万人口啊，我们很想象空间，就是说我们一直想象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太多东西给肉食吧，但事实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复购率或者它消费能力其实是相当强的。所以澳洲我们看到的是大洋洲的整一个的这个份额，在全球健身器材行业的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占的比例你们猜猜多少？10%。对了，就是澳洲新西兰这么一个小小的几千万人口的这个地方，它的在运动器材在全球占的比例竟然有10%。我们很多人想象中说，是不是说像美国像欧洲相对来说其实经济比较发达人口也比较多的地方它的整一个运动器材会更多，而事实上亚洲，我们刚刚说亚洲的话，包括了像中亚、东亚等等等等，韩国也算在里面去啊。但是大洋洲，对，澳洲、澳大利亚，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大洋洲就澳洲，它居然是在全球里面占了10%，有趣吧？因为中国到澳洲的整个海域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熟，也是比较相对来说比美国那边还是比较快一点，也便宜一点。那但是这个市场其实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被挖掘出来。有可能是它潜伏的是各种各样的形态存在，有可能是像传统的健身房或者传统的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整一个市场上的份额呢又是很极端的。高端市场基本上是70%以上都是这些主流的有名的知名的品牌。比如说高端市场像 Icon 啊、Life 啊、Precom、BH,Techco Gym 等等等这种国际品牌其实都是占了主要的一个份额。然后呢，包括这个美国的整一个的增长欧洲的增长其实也在不断的一个变化。而这个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说在整一个区域里面，除了大家常一
时所盯着的欧洲跟美国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澳大利亚，就大洋洲，它占的整体份额居然 10%， 而这个 10% 其实就意味着它其实还有足够多的这个腾挪的空间。对，那这个是第二个想去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呢，我想去跟大家分讲讲刚刚提到的几个品牌啊，这些著名品牌。因为我们说要进入个行业或者在一个行业里做得更好，最重要点是先学习你的竞争对手，对吧？像我们学习起来，我们学习是